来，学弟看好啊！哎哎，都抓不到啊，夹到了！啊，被咬伤了！学长，你有没有怎样？有没有怎样？蛇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！用那个杀虫剂，那个火攻就好了，会吗？好，交给你了哦。小心一点。还要喷。哎，赶快打一下1919，有没有人？行政院做事不理。行政院做事不理。好，刚刚赵成学长有提到说，就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等到伤亡了，甚至要出到人命了，我们政府官员才会来听听看消防员的心声？过渡期间殉职没有关系吗？装备的训练啊，装备还有训练这部分啦，为了保障我们教练安全啦。那我们要中央干什么？那我们基层继续坐死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必须要跟，就是我们行政院应该要有肩膀有出来站出来说，支持消防员回归专业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各位的诉求跟建议啊，我们都了解哈，我们都了解。不能只是了解，要去做好不好？部长非常关心。我们拿我们的生命去执行勤务，那你们做什么东西？长官可不可以当基层的肩膀，好好保护基层消防员的生命安全？我们消防跟消防署本来就是站在一起的嘛，没错，我们立场都一致。对，所以我们才要跟社会大众讲，捕风抓蛇，这应该是农委会以及动保处这些事情，不是在叫消防队员来做，好不好？我们持续努力，好不好？